西亚米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奇元了。Hello， 我们今天要介绍什么？这个是米奇米妮的沐浴球，这个是米奇的图案哦，它里面会有五种，而这边是只有四种图案：米奇、米妮、小熊维尼和史迪奇，还有另外一个是隐藏版哦。我们这次买了四个回来，我们来看看他们可以抽到什么呢？好吧，它原本长得是这样哦，它上面有一个禁止使用的图案，所以不可以放嘴巴吃哦。然后它是长这样子，黄色粉黄色粉粉的。好，那给他们哦。好，可以放下去了，妈妈再拆。浮起来，而且会一直发泡哦，然后很香，它会发出一个香，散发出一种香味，让你泡澡啊很香氛哦，对不对？然后而且还会冒泡泡。我的乐，我自己播，我的也是米奇，不可能。我的是米妮，我的是米奇。姐姐的第一颗米奇飞机，看它上面还有星星的图案哦，它长这个样子。第二颗，姐姐的第二颗是米妮，上面有粉红色蝴蝶结，身上还有点点，然后它上面最上面这边是一个爱心，它长这个样子哦，是粉红色的飞机。好，刚好一对。妹妹的第一颗也是米妮，是米妮哦，是她原本就喜欢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变成米妮一双胞胎。来，妹妹的第二个是什么？小熊维尼，妹妹最爱的小熊维尼，它是黄色的，下半身是红色，它这上面呢有一个幸运草的颜色，长这样子。要闻它了，这是妹妹的哦。哦，我要闻它。这是姐姐的哦。那我们这次抽到什么？米奇小熊维尼，有机会可以去买来玩玩看哦，看可不可以收集到你喜欢的图案呢？那我们跟小飞机一起玩吧。嗯，哎呀，这次有谁跟你们一起玩？嗯，小丽呀，小丽来喽，她来潜水喽。好，这是汪汪队的小丽，她来跟他们一起玩喽。还有一位是谁来啦？汪汪队的天天。我们一起玩，我也是飞，我也会飞哦。对，我把腰水里面。我才会飞，这个米妮呢？来，米奇和米妮，他们不会沉下去，他们会飘在水面上哦。姐姐，你放手啊！然后轻轻的推，哎呀，翻转了！哇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这是可以陪你一起洗澡、泡澡的玩具哦。今天的米奇米妮沐浴球好玩吗？好玩。有没有抽到喜欢的？有。喜欢的可以去找找看哦。最后跟大家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。